第32题，请问在甲乙丙丁四种介质中，光速最接近每秒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是哪一种介质？这题我们有两种解法。第一种解法是我们仔细的看，我们看到呢，丙这个东西的入射角是30度，折射角呢也是30度，这表示呢这个是成为一条直线，对顶角相等，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折射的现象，所以丙介质就是空气。我们晓得光在空气中的速度跟在真空差不多，平常就当作它是一样，也就是每秒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，所以我们的光在丙介质的速度就是每秒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，所以丙最接近，这是第一种想法。第二种是我们就简单的看光速在真空中最快，每秒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，现在我有折射了，折射角越大就代表光速越快，也就是说会越接近每秒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，而我们看到丙的折射角最大，所以表示呢丙的光速是最快，所以丙的光速会最接近每秒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。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丙最接近，所以第32题问我们说，甲乙丙丁四种介质中，光速最接近每秒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是哪一种介质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丙。